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三件我最喜欢的 Bia 的产品。然后第一个就是这个他们家的这个无谷眼影，我买的是一号色。这个我现在把它拆下来做成了一个那种拼盘，把一些单色眼影啊，还有一些腮红都放在一起。这个的就是哑光，然后它的粉质特别的细腻。我觉得它还蛮多用的，用来画眉毛啊，打阴影啊，打鼻影啊，然后做眼影的这种打底啊，完全都 OK 的。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一块，它的价格也是大概30人民币出头的样子。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家的一个眼线笔，我买的是3号，一个巧克力巧克力棕色，然后它就是画上眼特别的自然，然后非常适合日常妆，然后在我这种大油眼皮上它也不会怎么晕妆，持久力度特别棒。然后第三个就是在我的化妆视频里面就是经常出现的这个他们家的 wedding 婚礼系列的5支这个眼线笔。我觉得他们家这个系列是所有的系列中我最喜欢的一个，因为这个既有眼线色，也有卧蚕，还有提亮的颜色，等于说用这个就可以完成一个眼妆。它有，首先它 W1 是一个 Grace Brown， 是最深的一个棕色。W2 是叫 Honey Bronze， 是一个浅棕色，是带闪片的。W3 叫 Mermaid， 就是它这个颜色，我觉得做眼部打底还蛮漂亮的，是一个W3 就是一个有点，我觉得是有一点点灰棕色的感觉，但是它很自然，它有闪片在里面做眼部的打底，非常的漂亮。然后 W4 是我最少用的一个粉色，叫 Juliet Rose。然后 W5 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画卧蚕的，它是一个带有闪片的一个很温柔的一个淡粉色，画卧蚕的效果特别的好。这个眼线笔，我觉得他们家眼线笔啊就是很持久，但是就是也有缺点了，就是笔芯比较软，然后如果我稍微用大力一点就会断，我已经断了很多次了，然后基本上断了就每个就只剩下一点点了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订阅，拜拜。